切靠缘分，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，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回忆梦前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，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论离分？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它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？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我问你，这张相片是不是你抱上网的？你这个人哪会这么卑鄙，这么敖客棍啊！我刚刚骂你几句尔，你又把这款物件抛上我来报复我。夭寿啊！这相片啊，我搞笑啊！哎，你哪来的自信，以为自己很高啊？我问你啊，咱顶一辈相亲的代志，你有甲别人讲无？哼，要做相亲，我阁歹势讲，是讲我有可能啉酒醉吼，有甲一个朋友讲过。要不过我是讲，我今麦不是什么不得不吃的小魔啦，我今麦是世纪美女杨明美。嗯，都有吃你看到那张相片的反应哦，明明就是头一遍才看的，你哪有可能死给我白讲？我你知影就好啊，就算讲我讲出去，敢有人要信？你安尼讲嘛无对，咱两个本来就毋是同一个 level 的人啊，就算讲你讲出去，也无人会相信你啊。哥哥，我卖承认就好。要唔过我见过你，你若是敢把这件代志死给放下，死甲我保证，你家己安怎死，拢唔知。你当作我是叫人吓家大汉的是？阮家迄个老爸哦，较早嘛是乌多多的啊。花哥啊，你捌听过无？无听过啦。啊，同学你敢熟悉？我知啦。你这么歹想人知啊，讲咱两个人相亲的代志，是不是因为咱两家是死对头？啊，讲实在的啦，那是顶缘的恩怨。甲咱两个也无地带啊，对无？哪着爱不甲呢？大家拢派兵相向啊，哪会当化解咱两家的恩怨？安尼毋是足好诶？大家交一下朋友嘛，对无？免算啊，顶一代啦。敢若李祖英哦，甲相亲的代志哦，我甲你的冤仇都算袂完。那呢？我请你食一下饭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算讲是杯水嘛，吼、哦。免。什么人卡着你哦？什么人说？我也是离你较远的较安全。那安尼歹势哦，我嘛真有个性。你若要安尼，我就甲咱两个相亲的代志讲出去。我去甲俊杰讲，啊俊杰去甲阮爸讲，啊阮爸就会去问文婉，啊文婉就会去问文贤，啊文贤就会去甲恁爸报告。到时阵咱两家是大，就会拢知影。你若是要袂巧，迄就袂赴啊。你抓住你袂见笑来看牙哦！哼，啊你若惊见笑，惊歹势，哪呢啦？咱归去吼，做伙把这个秘密修好掉。哦，我没有逼你哦，没有逼你。臭流氓！哼！喂，阿刘书记，我开玩笑的呢，小蛋的，小蛋的，真正是抓行抓好，唔通去抓你赤查某，我遐要叫你等你食。点去啊！你也无想要和我踏落车，你点点？
你先怎？对啊，是恁气吹伤济，挂掉。我身体真要紧啊哩。恁两个即摆啥物态度啊？我有一个重要的代志要宣布啦。那是啥物代志啊？我即摆已经你唔对，伊嘉德集团未来继承人的身份要来宣布一件代。阮拢已知影，你紧讲重点。你那人莫插嘴。嘉德集团还佮有向阳集团有一个共同决议。所有公司的员工都给我听清楚，哦，我跟明美的代志不准泄露出去。你跟向阳集团千金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？对啊，恁最近拢一直讲明美明美，啊，到底你佮伊有啥物代志，别人袂当知影。这，恁唔知拄好啦。这是我跟伊之间的小秘密，为着嘉德，还佮有向阳美好的未来，我会佮伊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共同打拼，做伙努力。啊，这个，咩？阿人诶！我讲我要讨论工作的代志，我合作计划拢写好了，现在才回来。阿姐，我拄仔就无闲嘞，我无闲到，我行袂几去。今仔是拜三嘞，你搁敢浪费我的时间？无你稍等我一下嘛，我甲你写的物件看一下以后，再甲你讨论哦。紧的啦。我准备好势啊！你敢要先倒来公司？我乖无闲坐啊呢。阿婆，安尼好无？咱直接约伫个电影院门口等，吼。啊，等我代志无闲煞，我先过。哦，好啊，那呢我等你来，咱才斗阵买票。啊，对啦，你若到位吼，先找一个所在坐坐，莫一个人戆戆徛伫个门口等我，知无？好啦，啰嗦，你家己莫想我搞就好啊。放心，我这个人讲会到就做会到。今仔日是拜三啊，不管我工课我无闲，我拢一定陪你啊。你即马讲话应该毋是当伫个你所有的同事面头前讲的哦。哦，系哦，我即马伫个向阳集团上大间的办公室咧开会哦吼。诶，你敢知影即马偌济人？几啊百人咧。而且吼，我的身躯顶有挂麦克，所以我即马甲你讲话哦，大家拢听得到。杨明忠，你的面皮哪会这厚啦？哎呦，我家己偏要创啊！啊，无来试去，要无？我才无爱嘞，我才无爱你的同事，感觉你是为着要跟我约会，才会赶时间嘞。你安尼害我无面子呢。杨明珠，你很烦嘞，你跟我创滴哦。我就是介你这种哦，生气的模样，真正是足 sweet 嘞。好啦，看伫个咱等下要约会的面子上吼，我着原谅你呀。等我一下哈，我现在无闲。嗯 ，See you。讲一个电话，讲到安尼，嘴笑目笑。这边是认真的哦。讲安尼，恁哥我哦，大概拢嘛足认真的，好无？我着从来捌看过，参像你即马遮尼啊 sweet 的模样。你知影我咧无闲，讲开始有较慢。紧的啦！我开始怀念哦，过去迄个甲我同款，甲工课囥伫第二个奇异国。哦，安尼就偷偷怀念吼。恁哥我即届绝对袂阁因为顾工课去失去我心爱走人。哟，开窍咯！袂歹嘛，那你着赶紧哦，甲我迄个大嫂哦，带入门。是噶，咱到你大凤梨为着要办你的世纪大婚礼，一点都足无闲。然后伊就无时间管我，佮逼我去甚物无聊的相亲。嫌弃啊！
这足迹，珊珊。哥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你家己先甲合作计划书看一下，有问题再甲我讲啊。拄则才讲电话，即马阁袂接。嗯，这个时间也应该是在停车场吧？我到门口了，跟你说一声哦，你慢慢来就好。珊珊，敢真正是你？是有人跳过伊的窗着我。这我应该先买票的，今麦你来，咱就爱看搁较晚的。杨明忠，我叫你到达来无唔对，也毋过你嘛袂当这么慢呐、啊，你是有鬼哦！电话拍不通，讯息搁不读不回，到底要我等偌久？王文慧，你就慢慢等吧。你想叫你去爱到一个富二代大老板？哎，陈英，哎，你被传啥了？歹势，我来找朋友，我拄仔打电话给伊无接。伊拄仔几楼呀？四楼。啊，迄个小查某嘛有朋友，规工讲要杀人，血血叫，啊，物件拢无卖单，迄恁朋友？小查某，你敢有实在？哦，因为我无实在。刘珊珊跟我住伫遮哈，无啦，阮遮无这个人啦。有可能啊，我手机啊写的简讯，住址就是伫恁遮。就甲你讲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哪遮烦啊？你应该好问看卖啊，应该有人跟有人实在一个合作刘珊珊的哈。无啦，拜托姐太太，你走啦，拜托姐。拜托你，我着叫总警察来甲你抓去。太太，太太，太太。咱的相片，咱会伫喺别人的手头。为甚物要甲你的名抓掉？伊到底有啥目的？杨明忠，你讲给我等无人啊？固定办销约会是你讲的，也毋过即摆反悔，无消无息的人，阁是你。你到底期待我的脾气要有偌好啊？小姐，你的物件落去啊？多谢，多谢。看你安尼，应该是甲我同款哦。
什么意思？同款，拢来当男朋友啊。嗯，我跟你当姐姐。当然啦，下姐。其实你嘛唔免感觉歹势，我嘛常常因为当我男朋友等上久，对伊生气大细声呢。伊个骂我是臭查某。啊，要不过你看起来这么温柔，无亲像会大细声呢。那安尼你就知影，迄个时阵我到底是我娘生气啊。哼。嗯，虽然讲哦，我唔是啥物生物学家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感觉，参像查甫人这款雄性动物哦，伊一定有基因上的缺陷。安怎讲？因为伊无法度参像咱查某囡仔同款，会当一心多用啊。咱查某囡仔有时阵，就是会当爱情事业兼顾。有诶查某囡仔，甚至是伫咧结婚了后，阁当逐工顾囝、顾翁。伊即嘛是同款照顾啊，啊，毋过查甫人就无同款啊。因只要是无闲起来哦，就袂输到全世界拢放袂记一人。有时阵能加班，拢会袂记只甲你敲电话讲一声。看起来吼，你的男朋友甲我男朋友同款，常常吼拢互我一直等、一直等，等到我拢困去啊，伊才会回传讯息。咱这叫做哦。爱着卡惨死，嗯，只是唔知影今仔日要被等到啥物时阵。罗迪卡，你的男朋友等一下就来啊。对啊，啊，你要看倒一出电影？敢是最近上新的一出？对啦，要不讲吼，可能后摆再来看。无，安尼好啊啦，今仔日着咱两个人做伙去看。哈？我无想要搁等啊。这出电影就还袂出来进前的几个月，我着足期待啊。啊，毋过我男朋友。拢讲伊无闲，无时间，真无简单。今仔日约好啊，啊，毋过我看，伊应该嘛是袂来啊。也毋过，你着当作咱两个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啊。我真正无想要把我的时间拢浪费伫咧等人，而且我只有两张票，但是讲我一个人入去看电影。啊，边啊个空空无人陪我，安尼我毋是愈看愈艰苦。好啦，飞弟吼，大概拢是我带伊，伊若是来吼无看到我，就当作是该处罚，可以等一两点钟，嘛袂要紧。嗯，都唔对，有时阵哦，咱着先甲因去教示一下，互因知影咱的厉害。安尼到时阵，伊就唔敢对咱安怎，会当好好甲咱珍惜啊。看起来吼，我过来甲你请教对付查甫人的招数。好啊，啊，咱要去看电影，你的手机啊爱加关机哦。啊，我会记得啦。文慧，你伫倒？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，才能够遇见对的人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我即摆已经伫咧电影院的门口啊，啊，不过我无看到你，你伫咧倒？
谁让你等遐尼久？你是不是在生气啊？我即马吼等于公司等你，你若看到讯息，随打电话我，吼，知无？虽然剧情足感动的，也毋过我就罕咧看到人会亲像你安尼看电影，哭到遮尼厉害。啊！我就最爱哭的啊！你嘛足古锥的。迄是你人好，才安尼讲。若是阮男朋友哦，伊就毋是安尼啊。只要我一哭，伊就感觉我足烦的。你计是冤家的时阵，我若是哭，伊就啥物话拢无想要讲。一直是我常常安尼，才会让伊感觉愈来愈烦。当然不是啊！你拄只哭吼，是因为你看到电影内底主角，伊牺牲伊家己，才感动到哭啊！你证明讲，你是一个足善良的查囡仔。对啦，我要甲电影票，哎呀，唔免啦！你看，即马拢啥物时阵啊？真正一个人拢无，甲我约的同款。就算你要陪我看电影，去张票也是无彩啊。那呢，到时候有机会吼，娃娃请你。好啊，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认识你。啊，我叫孙安琪，你咪当叫我 Angel。Angel， 天使哦，你的名真好听诶。我叫王文慧，你叫我文慧就好啊。文慧。这个名听起来真有气质呢。对啊，我是做翻译的，就是咧翻译外文书迄款的。啊，你咧？我伫咧日光咖啡做展店经理啦。哦，安尼哦。你有听过日光咖啡哦？应该有听过。那呢，你嘛该喝咖啡吼？嗯，我就该喝咖啡的。这是我的名片啊，若是你想要找一个安静啊，搁舒适的所在做工课，欢迎来捧场。嗯，好啊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去恁家啡。那呢，你等下打电话给我哦，我一定会叫店长请你吃一个小蛋糕。好，没问题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去找你。时间就晚，无，咱回去啊。啊，好啊，我。我去那边，啊你咧？我去那边。啊，那呢，再见喽。拜拜。拜。简讯是挑高伊要扰乱你的心情呢。我实在是想无，珊珊拢过身安尼久啊，到底是谁会传这通简讯给我？啊，对方又搁有啥物款的目的？咱一下一下来分析。你甲我讲，迄当阵，你的前女朋友为着要阻挡你，歹让你倒当来台湾，伊开车要去机场来阻挡你，谁知影伫咧半路出车祸，就安尼过身啊？妹，我坦白甲你讲好啊，是，其实伊当阵已经有心啊。啥？伊有心啊？安尼毋就是一尸两命？假使伊当阵我听伊话，卖坚持倒来台湾，我就开伊就会死啊。你莫安尼想啦。那安尼，我会记得迄当阵，你倒转来台湾以后，你着马上赶转去美国。你敢看会付伊的相思？无，因爸妈无愿意原谅我，我无看到伊最后一面。你讲起来，其实你根本无法度确定，伊是毋是真正过身安尼。人爸母拢亲嘴甲我讲啊，敢有可能是假？无我问你。天下间有倒一个爸母吼，会提这种代志来讲生笑？
你安尼讲嘛对啦。哥，你敢捌见过你前女朋友的朋友问你这件代志？唔捌。其实我甲伊斗阵一段时间，伊从来唔捌介绍伊的朋友互我认识过。还佫有啊，我有几啊届吼问伊讲，要甲我做伙倒来台湾无啊？因为我想要介绍你甲爸回认识，伊嘛拢讲伊无爱。你无了解珊珊这个人，伊的世界就敢若我，伊无希望任何人来搅扰阮两个人的生活。好乖哦。迄当初你交我遐尼久，我甲爸从来毋捌见过伊。是讲安尼听起来，伊就袂输人讲迄款掌控欲足强的恐怖情人。哎，煞煞去啊啦！过去的代志都可以过去吼，办公室。我即马哦，真够较想要知影，到底是向伫背后闭关。若毋是你的前女朋友，伊无死伫迄后壁变鬼变怪，那安尼，就是有人知影你这段过去，伊超过伊要互你好过，所以用这個来打击你。会有人想要打击我？有可能啊，我最近也无去得罪着谁啊。都有可能是因为咱向阳。无可能啦，大家拢嘛知影，向阳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那也无关系。最近咱信义区 shopping mall 的开发案，你冇参与啊？啊，不过信义区 shopping mall 的开发案，我唔是负责人啊，啊要针对嘛是爸甲你，那也是我。这关系到几百亿的利润呢？你若准讲你伫台面下袂去用注意到，凊彩查嘛查会出来讲你是核心人物，然后一定会想办法去抓到你的弱点，用这点来攻击你、打击你，来影响到咱向阳。假使有人想要对付我，应该是袂用这种步数才对啦。我真正想要知影到底是谁传这简讯给我，啊，对方的目的又搁是啥啦？总共一句吼，上场如战场，规日即马是非常时期，咱啥物代志拢要较细滴的。即阵仔吼，你得要较注意你身躯边可疑的人事物。嗯，我知。明美，阿静好啊，你两个在讲啥？哥，我认为即马嘛爱找一个人来保护文慧哦。保护我？为什么要保护我？唔，那是你，连阮哥嘛爱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文慧。我就坦白甲你讲好啊，我最近一直有收到几啊通奇怪的简讯，啊，明明是认为讲哦，有可能有人咧恐吓我，这件代志有可能甲向阳集团最近新开发的 shopping mall 有关的。哦，要唔过知影你是向阳集团小老板的人，应该无多吧？若要查哦。一定查会出来呀！刚真正有人在针对民众，什么代志拢有可能的啊！要唔讲哦，为着恁的安全，无安尼啦，对明仔开始哦，我派保全来保护恁。我叫我的司机，叫我的司机哦接恁上下班啦哦。啊，你是夸张啦！保护民众哦，我也能了解。要唔讲我只是日光咖啡的员工。文慧啊。我是感觉讲明美讲的真有道理，若有人会当接你上下班吼，我嘛较会当放心吧。好，安尼我来安排，我来安排司机接你两个上下班。我嘛需要。嗯。我唔免哦，我一人自由惯习啊。你若替我安排司机，我都袂当想要去倒就去倒，你吼都替文慧安排就好啊。拜托。现在是非常时期呢，你会当先放弃你自由分子的身份吗？搁再讲，你现在是贱包，你哪有什么代志那么卡注意哦？是到出什么差错，你要后悔都袂晚。
我嘛拜托你，我大人大正啊，你唔免烦恼我吼、哦，你就替文慧安排司机甲保全就好啊。啊，佮有伊甲爸的安全，也是爱保护好哦。对啦，讲着爸吼，今日即个代志，敢袂当先卖互爸知影？我想要家己来处理。明总，我是感觉吼，当你讲着啊，我无希望有任何死角惨，听我的。也唔过，好啊啦，莫也唔过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来安排。也够有两个，卡叔，你若真正无想要提司机，安尼不要紧，这条顺利。也唔过，保全的代志来顺我，你放心，我会甲因交代，叫因哦尽量莫让你感觉到因的存在，安尼好不？好。今仔日哦是拜三，我无陪你做伙去看电影，你一定就生气哦。其实哦，我有卡几啊通电话，啊，不过你的手机还关机啊。今嘛知影你是咧处理这么麻烦的代志哦，我无生气。安尼就好，我可以烦恼讲，你会因为这件代志吼，都无想要插我。拜托，你都讲坦白，我有啥物好生气啊？乖。是讲最近真正代志是过多啊，所以之前咱讲好的每礼拜三的固定约会哦，可能爱先暂时取消啊。我了解，你家己爱注意安全哦，知无？我知。Hello, excuse me， 我是人，我唔是空气，我好强在遮。你敢会当小重视一下我的存在咧？哦。哦，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送你来等。好。咱小丽厨房上大的订单是嘉德集团。哦，安尼林伯伯真正是咱的衣食父母呢。那是无林伯伯，咱小丽厨房敢做会落去？当然嘛做会落去啊！你看，阮阿丽婿吼煮食的功夫一流，啊，这镜头的魅力嘛一流。小丽厨房要做起来，那是早晚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惊人讲，咱小丽厨房是靠嘉德集团才做起来呢。我无想要跟林伯伯有啥物牵连。好啦，啊，若无，咱当初就是伫个嘉德集团迄路口做起来。若是要换所在卖，以咱小丽厨房的名声，应该是无问题。哎，唔够要换去倒位，咱嘛爱先研究好，才阁换所在卖啊。啊，既然那是入口便当的意思，是啥物路口拢有法多卖啊？啊，你去找一个吼，足侪人足侪人迄种路口卖就好啊。好啦。啊，好，你家要应好，啊，你应好就爱做啊，爱想办法啦。好啦，好。够好。哎，阿姐，你阿哥知影要伫咧十二点进前回来吼，啊，你南瓜马车佮有迄水晶鞋无咋回来啊？不好笑。王文慧啊，啊，你毋是佮明忠去约会，啊，那一边安尼傲嘟嘟啦，啊，你两个冤家是？无啦，淡薄忝尔。啊！你甲明忠哥拢固定拜三的约会哦？不是固定约会，是阮之前吼较无闲啊，无时间抬杠，就约一个时间，咱会当讲话。啊，不过拄只吼，我甲伊讲啊好啊，甲这种硬性规定的约会取消啊啦，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嗯，二姐，给你一个赞，吼，出其不意的约会吼，才会有惊喜。莫卖互查甫想侪迄个规定啊，啊，佮有迄个要求。若是时间若是久吼，感情拢会乏味呢。别项我唔敢讲，还顾着感情，单恋爱，
我是这个家经验上侪的先輩呢，听我的就对。是是是，多谢先輩。袂。先輩，你那是狗话啦，紧算数啦。我嘛是咧关心你。紧的啦。啊，对吼，我听到迄林贝贝的代志，啊，那伊才拄好。林贝贝是竟然是玉芳阿姨阿兄。莫讲这啦，讲这要创啊，莫讲啦。啊啦，你咧顾如意的新婚，无要继续甲伊做朋友啊？啊，今仔有啥物通我顾如意啦？拜托的，人是大集团的董事长，啊我咧，我是做菜有把送的。那不过，伊不是对你。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，才能够遇见对的人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啊，那伊才拄好，林贝贝是竟然是玉芳阿姨阿兄。莫讲这啦，讲这要创啊，莫讲。你咧顾如意的新婚，无要继续甲伊做朋友啊？啊，今仔有啥物通我顾如意啦？拜托的，人是大集团的董事长，啊我咧，我会做菜有把送的尔。那不过伊毋是对你。哎呦，王文慧啊，好啊、哦，我今嘛吼无想要交啥物朋友啦，我干那想要甲吼迄小丽厨房好好做起来啦。其他的都不想那麼多了。嗯，对对对，這樣就對了。比如阿里塞煮食功夫，還有鏡頭的魅力，那小麗廚房絕對的成功。這我知，不用你插嘴，你趕快去找那個路口，換一個新的路口賣便當啦。好的。寶寶， Fighting！ Fighting！ Fighting！妹妹，你是要给我惊死哦？我已经咧无闲啊，你搁咧乱。我有一个藏不住的秘密，我是要跟我的好学长、好同事、好朋友分享一下。你敢会当好好啊讲话？其实我已经忍几早起啊，一直到即马，剩咱两个，我才敢跟你讲。哦，好，你讲到底是啥物秘密遐尼了不起？啊，紧讲，我搁爱处理公平会罚钱的代志，我头足疼。罚钱就罚钱，有啥好头疼？哎，你真正是公子哥呢？食米唔知影米价，你敢知影？这影着咱部门的 KPI 啊。杨明明有一个秘密伫我的手头。你搁咧讲杨明美的代志，咱会去用罚钱，就是杨明美害的，敢毋是？我唔对，所以你无感觉应该好好啊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啊甲教示一下。啊，到底是啥物秘密，遐尼了不起？伊就惊我讲出去。无你讲一条好嘛？啊，就迄天啊，我一个朋友。甲我拜托，讲叫我吼去甲走一撮相亲。你敢知啊？我迄个朋友要相亲的对象是啥？杨明美。而且，我甲伊阁发生一段小意外。是啥物小意外？杨明美遐尼惊，互人知影？迄个意外就是。谁创啊？你若甲杨明美甲我扒落啦，啊你就欠人扒、啊。你想看卖，迄杨明美哦是遐尔啊优秀呢，唔那是长春人民校毕业的硕士哦，伊阁是向阳集团的副总呢，伊敢有需要靠相亲才去认识好的对象？啊你看你家己，毕业遐尔久啊，还阁一事无成。连董事长交代你办的一件代志，你拢无法度捂甲花钱，搁去予公平会罚钱啊！讲实在啊，那话做我是杨明美，我嘛无希望予人知影讲我相亲的对象就是你，搁差点要予你。
我敢真正这么差，啊配袂起。Listen to me， 你配袂起。其实你讲了无唔对啊，过去我毋捌代志，我浪费收侪时间啊。应该要好好啊做工课，我拢摕来交朋友，安尼落去袂用哩。从即马开始，我一定要奋发图强，街头画面，做一个会当甲杨明美平起平坐的优秀青年。俊杰哥，拜托你啊，咱做伙拍拼，做伙甲这个部门会愈来愈好。嘉德，所有的员工拢对我刮目相看，咱做伙打拼，让我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再拜托你干啥？拜托，拜托。我毋是拢有咧甲你好好啊看家，哎，拜托，一定。我是咧问恁，恁两个奈？手牵手啊！无啦，阮头段是咧加油打气。加油都加油，当然都需要牵手啦。安怎？你吃醋你？哎呀！吃醋嘛爱看对象好不好？我是要问你，阮阿兄的小李便当即卖换所在啊？你是要食啥？我感觉你拄仔讲的，我也是同款想要食小李厨房。因家煮的迄饭菜真正就好食。对啦对啦，我嘛感觉吼小李厨房较好食。啊，你唔是讲要刷所在啊？你查看麦，看你刷喺倒，恁怎啊来食？我查看麦，差不多会只行十分钟。迄附近有足好食黑糖刨冰的，咱做伙去食无？啊好，咱即卖吼。就先来小丽厨房买便当，顺便食炒冰。好 ，Let's go， 来行，经理牵你行。你慢咧，你行，我教你行。是怎先走？来，小哥紧哦，人客你要来啊咧。哦，阿姐，多谢你的倒沙缸咧。哎呀，三百你客气啥啦？啊，是讲文芳啊。哇，你哦，真够找点的。这所在哦，比家己的门口靠，更加方便呢，哈！我的生意也是足准的啦，啊，做生意这个代志哦，就是都会人较济，咱位遐去就对啦。啊，嘿啦嘿啦，你这么哦是成功的青年创业家，你讲的拢对啦。来哦来哦，这便当便当铺，小李便当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来来来，便当，来，没有，小李便当好吃，便当好吃，便当好吃，来来来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。哎呦，来人，来人，来人，哦，谢谢，哦，多谢，多谢，哦，多谢，多谢，来啊，小便当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来来来，三零哦，谢谢，哦，谢谢，哦，弄做八啦，多谢，多谢，哦，能量了，多谢，多谢，八啦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哦，来，多谢，多谢，哦，来啊，来，贵便当，哎，恁这家卖便当，冇泡这家伙，冇安尼啦，我该提五个便当，要那无后家就要提钱哦。是提什么钱？文芳啊，来来来，大家交一下朋友吼，来五个便当哦，阮请啦吼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啊你顺行顺行哦，便当若是有好食，我明仔载过来啦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好顺行顺行，好。喂，啊你卖想超过哦，阮底下卖便当是辛苦咧赚钱，啊凭什么让恁白吃白喝啊？你两个够理想，我讲明仔载要过来，你想要知影我印象了？哎。你家的骚动八七六海啊！呀！
阿姐，你要紧吗？阿姐，跟我要紧啊！我不要紧啦，阿明家秀秀进来走了。哎呀，王文婉啊，你嘛较温柔咧，听呢。无迄个尻川就莫食迄个泻药啦，无你拳头母就莫甲人冤家啦。白目。我这人拢讲虎父无犬子啊，对不？我有甲呛讲吼，我会像后生。呛是有效哦，迄狗囡仔伊无咧插头啊济啦。呛。俊杰，俊杰，冲我大声。啊，你是阮囝，我骂你啊！啊，无我要骂伊哦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王文峰。啊！你哪会受伤啦？哎，那小可误会尔啦，而且警察嘛有来啊，我搁予伊开单呢，明仔载还袂开一便当，才能补转来。英通啊！哎！啊，连你也受伤，我是要安怎甲万姐嘛交代啦？你，哎，叔啊，你免烦恼啦，你看我安尼汗臭遮好吼。好甲是咧，人看人恶到鬼看鬼霸道，我无代志啦。阿玲啊，咱这当时啊出现遐狗囡仔，啊去了解一下，看因老大到底是啥物人，好好啊处理啊。好，但是着是我唔好，我即摆随去查清楚。你是要安怎处理？继续闹人去相判？无啦，啊，狗仔，你无个驾驶是咧袂用你啊！我总公司伫遮呢。所以咧，你以前是乌道的，你即摆要用乌道的方法来解决代志是？我甲你讲，我做人清清白白，我无可能接受用乌道的方法来解决代志啦。你也知影哦，即摆毋是干那文峰去互拍呢，连阮后生甲我公司的职员拢总有代志，啊，我讨一个公道敢袂用你？你要替恁后生讨公道，迄个我无期待。啊，不过你莫牵拖着文峰甲英通啊！我甲你苛刻啦，你唔通予人误会，讲恁嘉德集团是黑道企业啦。王文峰、英通啊，来得。拍谢哦，拍谢，徐玲哦。哎，给附件哈，我是来。哎，附件，哎，我先来去哈。爸，哦，你打电话吼，迄个阿仁杰啊，你问伊哦，看迄几个人哦，有找到无？你若找到，紧甲听下来，我要好好甲修理一下。我绝对要一脚甲走一下，啊死！啊，哦，啊，人都讲无爱处理，还是无听到。哈？人讲无要处理，你就无爱处理。哎，你哪会遐尔听迄个阿姨的话啦？奇怪嘞，我从细汉到即阵，嘛毋捌看过你遮尔听话。连妈咧讲话，你也无咧信道。今日予人拍的人是我呢，啊你哪会安尼啦？阮原叫迄个卖便当的叫阿兄，啊迄卖便当阿姨是伊的妈妈，啊迄阿姨毋就是阮原的？迄个小李，就是恁阿姑斗阵迄个查甫人的大母啦。啥？我有一个朋友啦，爱都去拄到感情方面的问题啊，咧想袂通，啊咧拜托我，我嘛咧想无哩。你莫假，拄到你咧讲啊，恁朋友去，我都甲你讲，唔是你干呐？阿叔唔知啊，我迄个朋友啦，会去熟识一个走人啦，啊两个印象袂歹，啊嘛真有话讲啦。啊，那查讲这查某人，伊的前夫哦，啊是我这个朋友伊的妹婿。哈，爸，啊你甲迄个阿姨，你唔多一切啦？切，迄个小丽嘛已经甲因翁离婚啊啦。哎，阿唔过爸，我
看你这么听迄个阿姨的话，你敢无感觉？敢讲伊就是顶回你讲的，你朋友的朋友，迄个故事的女主角？哎呦爸，安尼袂用你啦，你安尼吼太过复杂啦。啊，你要谈恋爱，你嘛免去找迄个阿哥的前翁的迄个大母啊。安尼实在有够复杂的呢。是讲，你是要替阿哥报仇，啊，才会超过伊母一撮。你是头壳歹哟，我是无拄好才甲小女熟识啦，啊，我哪知伊竟然是……爸，我看你这恋情吼，足困难的呢，比我的恋情搁较困难。迄毋是敢若背景无同尔，恁搁是亲戚关系呢？哎，恁唔就是老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？那有啥物亲戚关系啦？恁阿哥也无正式嫁予迄个姓王的啦。啊，小丽嘛已经甲迄个姓王的离婚啊啦。讲甲遐复杂。爸，啊，所以这种吼，想要爱啊爱袂到的感觉，你都爱感同身受。那我啥都爱感同身受。你会记哩？但是有一天，罗密欧要娶朱丽叶，你着爱记哩，千万唔通为着身份无同来拍断一段好的姻缘，还知无？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我看是欧罗菲与猪八戒啦。你，哈，你当作有这款人哦？那是莎士比亚内面那剧本的人物呢。啊，准做有这款人，嘛早就死啊！你吼是啊，爸，我好好，读甲真好，吼。啊，不过你也会记哩，自今仔开始哦，这就是咱两个人的秘密。啊，你都要好好啊保守这个秘密。啊，若有一天，这个秘密全变不是秘密了，你都要生存，了解无？但是你讲啥啦？讲到我听到花沙沙。好啦好啦，较早去困的啦。你讲好个。嘿，阮囝头壳是去用讲着啊，无那感觉憨憨，啊就敢那花爸爸甲怎动容去。文峰甲永通即嘛唔知安怎样，啊小丽这呢摆脱我用我方式落去处理代志，一定嘛袂当接受讲我派人甲因保护。啊，他安尼是要安怎好呢？文峰甲永通的伤有要紧无？我看是找一个医生较保险无，啊下晡有较歹势啦。我想过冲房，也毋过我是毋甘遐囡仔，才讲出一挂互你无爽快的话。是你啦，妹妹，哎呀，啊，是林伯伯哦，我刚才今仔日哦，有伊身躯边遐阿人甲阮斗相共。无咱就惨了。哎呦，哎呀啦！妈，虽然我唔是真强，可你人较细力的袂啦。哦，拍个乌漆银灰转来。我甲你生啊，这张正张，汗臭正好。啊，你小拍拍输，你也敢转来？相公，我拍输，我拍赢嘞。你拍赢会带伤，会带伤。迄是你无看到对方有偌凄惨啦，啊！我安尼吼，一个打十个，哎呦，安尼咧，做到白啦。干嘛呢？文龙啊，我听讲迄个林伯伯甲恁斗相共啊。是啊，我刚才哦，林伯伯是有背景的人，我看迄个人拢唔知影家己抓着啥，到时啊那死的都唔知。王文峰啊，你即马是要甲人恶作剧是？不是啦，
我是感觉吼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啊，你看，咱阁无去了代志，就有人要来找麻烦啦。我跟你讲，从明仔载开始，咱小丽厨房敢接受预购便当，路口的便当卖去卖啊。什么叫卖阁去卖啊？你之前阁敢这么坚持要我伫路口卖便当，即卖阁叫我卖去卖啊？无人欺负你安尼做代志的啦。人要来找你的麻烦呢，你敢怕赢人心？你当然嘛爱脾气啊！是啊，就爱脾气来。一定人这么超过，咱若是就安尼点点无出声哦，一定过来找麻烦啦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你要去跟人拼输赢？你要去跟人拼输赢？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才能够。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人要来找你的麻烦呢，你敢怕赢人心？你当然嘛爱脾气啊！是啊，就爱脾气来。一定人这么超过，咱若是就安尼点点无出声哦，一定过来找麻烦啦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你要去跟人拼输赢？你要去跟人拼输赢？是啊，我今仔日伫遐好好做我的生理，啊有人要来找麻烦，我当然爱去追输赢。你放心啦，我平常时都有在健身啦，若是要订高机哦，我嘛无咧惊。你点去？你这口气是甲像乌的哈、啊？我警告你，我不准你甲林伯伯搁见面啦。你若是互我知哦，我就甲你脚骨讲断。妈，我感觉你真正就针对林伯伯咧，啊人今仔日是来斗相共的。你拢无想讲，伊个囝嘛因我的关系，互人拍呢？你莫甲有交叉，都无代志啊，好无？好啊，拢莫做啊，便当嘛莫卖啊啦，咱请的迄两个人吼，嘛叫伊莫来啊啦。好啊啦，哎呦，我等你两个莫冤啊啦，啊咱这唔通的啊，啊你妈嘛是为你好，啊你看你妈安尼讲话足无礼貌嘞。唔是啊，迄个时阵你每一个人叫我好好啊创业，叫我好好啊做，我即马才哩拍拼。你煞拄到一个代志就闭起来，啊，话拢互你讲就好啊。王文峰，王文峰，你即个是安怎？是固定啊？你敢出来？话讲不清楚。哎，煞，好啊啦哈。啊，反正吼，我甲文峰拢好好，啊，无代志啊哈。啊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那要去摆摊，无要去摆摊，迄都另做再去参详就好啊。啊，我今安尼咧冤家，唔得啦。对啦，啊，而且吼。文峰拄则讲的嘛，毋是完全拢唔对啦。啊，虽然讲迄林董会讲吼，要去拍人，安尼是有淡薄仔吼，较过分一丝啊。啊，不过伊安尼吼，嘛是为着要挺文峰啊。我著惊文峰吼，认为讲伊有靠山。你不要讲，莫讲好无？你说吧，我看这林伯伯哦，伊嘛是好意啦。啊，但啊，人因囝甲员工。冒出来，把遐歹人拍走去啊！还佫传来，甲你问好，礼貌上，你会共说一下多谢啦，吼。对啦，迄拄只吼，若毋是林大因后生吼，迄尾也出现，哦，啊若无吼，我甲文峰即摆已经伫病院啊咧。你拄个毋是甲讲你拍赢？对，我拍赢啊！啊，迄是尾啊林大因后生吼出现甲我阻挡，啊若无吼，遐人早叫我拍到大赢啦。你靠个碰碰的啦，小华，啊，算起来，这林伯伯哦，嘛是咱便当店的这大客户啊，啊，有这款代志哦，咱面子要先共留一下啦，吼。万金嘛，英通啊，这代志我家己要处理了，好好。大家看起来袂歹，啊，豆啊库存刚够有，优惠券欢迎安怎？豆啊补房村的卖了真紧，我已经叫人去补啊。优惠券只有较少的人客较少会叮当，我会跟服务服务生吼较过来介绍的。哦，多谢，那你去无盈利的。好。
我拄则哪无看到你啊？除我礼拜到即马，就可能全身无用啊。那恁你嘛无甲我叫一下？我是拄啊好有代志来遮附近。啊，迄天我听到你讲日光咖啡，啊，拄啊好经过有看到，会惊你来啊？想袂到，我真正拄到你啊呢！我平常时拢伫咧总公司，固定的时间才来巡店。对啦，我请店长等一下，给你一张 VIP 卡，那恁你要来恁嘉宾吼，拢会当拍折。干啥去嘞？那呢，我就不客气哦。坐啦。那你今仔日到底翻译什么小说啊？今仔日的小说是跟咖啡有关系，所以这里点内底特别有感觉不？那你感觉我的咖啡安那？跟我喊你的口味？嗯，就喝你妹啊！而且这间店的气氛也足好诶，咖啡个。有淡寡性，你捌住伫美国？嗯，我之前伫美国咧读册，我已经连咖啡连惯习啊。我只要一讲无啉着咖啡啊，我就规身躯无爽快。你甲我同款，我入去公司吼，头一件代就是煮咖啡，若是无啉着咖啡吼，我咧感觉啊，无困气同款。嗯，我嘛是。哇，咱两个人拢同款爱看电影，爱啉咖啡，而且佫这样有话讲，嗯，无怪。我大概看到你，就感觉足亲切的。安尼讲起来，咱才见面两届，啊，不过我煞感觉，敢若熟悉你足久啊呢。嗯，这就是咖啡的魅力啊，会当甲有共同兴趣的人全部拢聚集在一起。啊，你拄只兼讲一个，咱两个的共同点。哦，是啥物？就是啊，咱两个拢有一个少根筋的工作狂男朋友。常常会放女朋友的鸽子，嗯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其实我男朋友嘛是一个咖啡联盟的成员哦。哦，伊知影我爱啉咖啡，所以其实伊嘛想讲以后有机会会当替我开一间咖啡店。安尼就好个啊！那呢吼，咱两个人唔敢是朋友，阁会当是战友。嗯，无唔对。若是讲我以后真正有机会咱开咖啡店。那是有遇到什么问题，我再来请教你哦。无问题，你尽量问，我会当甲开店所有妹妹甲甲全部拢甲你讲。多谢你。哦，对啊，啊，迄天回去以后，你那朋友敢甲你讲是安怎伊无来？哦，迄天哦，是我误会啦，因为最近吼有淡薄仔代志较麻烦，所以伊才袂当来啦。啊，那这样拄好。我男朋友嘛讲，伊公司足无闲的，所以找无时间来找我。唉，这个查甫人哦，真正是，啊，到底培养什么大事业啊？搁要咱这人去配合伊。嗯，就是讲啊，所以啊，咱查甫人一定要有家己的时间。男朋友无时间不要紧，我会当有家己的活动。嗯，安尼讲嘛对。哎，无安尼好啊啦，既然咱男朋友拢无时间陪咱。那咱家己找时间去 women's talk 啊，咱家己去约会，莫互因对，听起也袂歹哦。来，咱交换电话好不？好。会嘞，那还不是来公司？店啊，平常是袂迟到啊。好啊，嗯哼。刚人人到，快点来查寝啊。喂。文慧啊，你今麦人伫倒？我哪会无看到你来公司？我今麦伫咧巡店，等就要转去啊啦。哦，安尼哦，你无闲煞，紧来公司再无？莫伫个外口啰啰嗦吼。在，等下就转去啊，拜拜。谢谢哦。好，拜拜。哇，我真正足欣赏你呢，你男朋友佮佮你查亲，哪像像阮家迄个，将来哦，拢袂咧佮我关心的，拢是我伫敲电话问伊，你即马人伫倒，啊，佮看伊的心情，才会佮我讲。那是因为吼，最近有淡薄仔代志，才会关心我。无平常时嘛，同款啊，出去吼就无去啊，回来是捡到。无唔对。
是去巡店，那是很久啊。啊，拄到一个朋友，就讲几句话啊。啥朋友？就一个朋友啊。还是查甫啊，查某。查某。迄天去电影院啊，结果是一场孤单的电影。啊，我拄到一个查囡仔，伊嘛是和男朋友放鸽子，所以阮就变作好朋友啊。歹势啦，应该我毋是故意。好。啊，讲算笑的啦，也毋过看你为我遮尼紧张，敢若伫咧食醋。Sweet。嗯。安尼有 sweet 吗 ？So so。对啦。你刚妹夫问你，你讲收到一个简讯，啊，为什么何明美遐尼紧张啊？无啦，就几啊张相片尔。几啊张相片？嗯。几啊张相片，敢有需要你烦恼？你刚刚是咧看一张相片，唔是咧处理公司的代志呢？相片？嗯。什么相片啊？我嘛看无啥清楚。刚刚是一张风景照，有街道跟有房子迄种。哦，风景照有啥物奇怪啊？风景照是无啥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伊看相片迄表情就奇怪。哦，对啦，迄天你送我回去厝的，大姐嘛讲你刚刚伫咧看一张风景照。风景照？嗯。哦。那相片内底是我较早伫个美国住的厝啦。哦，啊，你伫个美国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哦，唔好伫遐想空想胖。嗯。杨伟忠。喏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真正有啥物心事，也是讲有啥物你烦恼、足危险的代志，你一定要甲我讲。我知，你哦，唔免烦恼吼，咱就先等秘密调查，啊，等有结果，我一定会予你知影。你讲的哦。我讲的，放心。王文雪，你去摆我办公室一撮。请你摆。副总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请坐。是安尼啦，阮哥哦，最近接到一挂奇怪简讯，我怀疑有可能去用跟踪啊。这资料是我请征信社一个保镖替我查出来的，你看一下。我希望你能替我调查出来，到底什么人是背后主使者。我初步怀疑啦，有可能是跟咱集团有利益关系的厂商。卡顺也是查出来，马上来向我报告。副总，啊，你已经请保镖跟征信社。啊！而且集团内底嘛有保全啊，那安尼我阁会当做啥？你这个人真有才调，你会当参像过去你做总务的时阵同款啊。平常时无用你的业务，用个私底下替我处理这个代志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是采购专员啊，这就更加方便啊。你会当趁你去拜访厂商的时阵，趁这个机会，甲征信社个保镖保持联络。你这个人。头脑真好，而且嘛真有计策。讲较白，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。我希望你会当替我到处理一挂 under table 的事。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，才能够遇见对的人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
受伤的时阵，趁这个机会，甲真心社个保镖保持联络。你这个人头脑真好，而且嘛真有计策。讲较白，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。我希望你会当替我到处理一挂 under table 的事。副总，我无像你讲较遐尔好啦，我只是一个基层员工而已。啊，遮个物件应该有更较好的人选会当去处理。你俩准讲，你即马坐伫咧这个位置，其他的员工拢会讲闲话。文贤，今仔日你有这个材料会当坐伫咧遮，我替你卡袂袂少。升职嘛，不是我要求的啊。我老实跟你讲，真心社个保镖是我私人请的，这个代志并无公开，所以个资料无可能经过公司正常的管道入来。我即马需要有一个人替我跟你接受，其他的代志你啥物拢免做。文贤，这边的动作是我私人跟你拜托，你跟我斗三工干袂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摆哦，就算是我个人，甲副总甲尤先生斗三工，嘛算是讲我感谢副总对我的关心。你要我做的代志，只要是合法、合理，我拢会去做。不过我未成功在先，我未因为这件代志去耽误到我的工作。安尼真好啊，对我这个主管来讲。我的员工会当把代志做到安尼，我足欢喜的。以后万事拜托。迄数量哦，我搁确定一摆哦，是盒装200盒，散装100盒对吧？好好好，那安尼哦，安尼出货的时间才够麻烦你嘞。哼，多谢多谢，好，再见再见。经理，那小张哦，老我手上内底啊，就是这间啊，伊报咱的介绍，甲咱内部的采购价格差10块呢。这头前的订单啊，拢是赵经理伫咧主导的啊，这应该是啊，伊甲厂商讲好的 commission 啊。commission？ 啊，不过我无要摕 commission 啊，啊那安尼，我即摆是要安怎？这介绍啊，要接受无爱接受啊，拢看你啊。反正啊，人是你赶走的啊，你着爱好好啊收尾啊，而且、啊。你是副总的人啊，这介绍加10块还是减10块啊，我拢不要紧啦。无啦，经理，我无要靠找什么人啦。我知影每一个人做代志的方式拢无同款啊。我是想要甲你参详一下，啊，是毋是讲以后手上报偌济，我就报偌济，啊，内外销拢同款，安尼敢会用呢？好啊，反正啊，即摆这条线是你咧经营啊，我拢无意见啊。也毋过有一件代志啊，我必须爱甲你提醒啊。这小张啊，对咧经营这厂商啊，真有伊的一套啊，业绩嘛是真好啊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无爱照伊的步数落去行，那安尼你爱更加努力啊。好，多谢经理，我会拍拼。啊，搁有啊，因人伤拼，较早下班呢。多谢经理。参照这款匿名的电话号码吼，是足歹追查的啦。啊，我嘛靠一挂关系，为交换机顶端的历史记录去找寻着线索。啊，即摆会用确定的是，这个号码就是为国华卡转来的。好啦，我唔免知影遐尼啊济啊。啊，恁去查的资料拢伫内底啊。是啊，一切拢照杨小姐所交代的方向做详细的调查。好啦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副总那边哦，我才甲伊报告啦。里面有啥物状况，再佫甲我联络。安尼哦，好、啊，无我就先来走啊。若是讲外转是以前，我一定先甲伊拍开，会看内底是啥。啊，不过即摆落到条我的手头，我完全无想要了解内面是啥物啊。请进来。副总，陈先生，别人告查了啥物资料？
真是户外资料拢伫内底，请你过目。我即摆就无用诶啦，你报告内底内容我听，讲两点。啊，毋过我无拍开看咧。你无看过？无你了准，我派你走去抓要创啥？派你做快递哦？无啦，副总，你先莫生气啦。我是看这个资料，敢若足重要诶。我是惊讲会超过我诶本分，会知影一寡我无应该知影诶代志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那了我误会你啊。我甲廖总讲，这代志甲李小青无关系，你都不要忘记。既然我会派你代替我去，就是爱你替我去了解状况。然后我知影结果就好啊。后一遍哦，学较巧的，资料先看过，再甲我讲内底结果，你就赢。好，副总，我知影。你去无用。你在看啥？我敢这么认真？这是征信社送来的资料啦。目前哦，敢若有查到电话号码是从美国来的，其他哦，搁无啥物线索。要唔过这万袂当排除，是甲咱做伙竞争，信义区开发案迄几间厂商的嫌疑。嗯。你讲电话是从美国卡来？嗯。你有想到啥？美国的电话相片，佮珊珊有关系。那安尼，敢袂佮珊珊有关？可能啊，人拢过身遐尼久啊，一定是啥存种物件。敢袂寻出来啦？你佮想看卖嘛？对因厝人的人来讲哦。你算是间接害死珊珊的人咧，因望空你，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那是因厝里的人，三年前就应该找我算账，啊，无需要经历这个时阵嘛。所以啊，我就讲啊，有可能哦，是咱竞争的对手查出你过去的代志。咱别讲啦。我真少后悔，即个答应爸吼，倒来公司斗相共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知你足无简单，才行出一段感情。啊，虽然讲吼，你甲珊珊有一段足沉重的过去，要毋过即摆你身躯边有文慧啊，迄个人吼做遐尼侪代志，伊的目的就是咧扰乱你的生活。珊珊拢过身遐尼侪年啊，卡输也是因为安尼吼来受着影响，那安尼吼，你着真正中意个啊。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哦，交予我侦探小苹果，我一定会替你找出迄个幕后的踪影是啥物人。是我真无简单，才把珊珊这件代志放落去哩。啊，不过偏偏在这个时阵，搁我去想着遮个，妹，我是不是应该让文慧知影我的这段过去啊？你感觉有够法律接受？卡输你若愿意对伊坦白，这是上好的啊。文慧这个人，我认为是足明理的啦。卡输你若甲讲，唔然你对伊无秘密，而且你心肝内吼嘛较无负担啊。嗯。再讲啊，珊珊发生车祸这件代志，伊是一个意外，伊甲你无关系，所以你无需要放伫心上，知影无？我知。期间，我有足多代志在处理诶，就甲你讲不要紧。其实我真正无等足久诶啦。那你今日想要去倒位？其实我今日找你来，是因为我想要去买内衫，啊，毋过我阁无想要一个人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当然嘛无问题啊。无，咱先去食饭，然后去逛街。好啊，行。
出来你个性这么内向，见人奶傻的款式，见人这么大胆，这是不是人讲的反差萌？哎呦，不是啦，其实是因为我男朋友介意这款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男朋友迄个人啊，平常时看起来就正经的，啊，不过其实伊的个性就活泼的。而且在哪只有足侪足古锥足奇怪的想法，哎，伊之前阁有买过阁较 over 的奶茶给我呢，啊，不过我拢唔敢穿，伊计会生气哦。我面又要烧起来啊！也不过啊，伊的亲手替你拣奶茶，伊真正就爱你的。干嘛呢？哪里嘞？你男朋友拢送你啥物？哇哦！一上我拜一到拜五，逐天做不完的工课。啊，不过其实我就很羡慕的，你两个人有做伙事业，而且俩逐天为着共一个目标做伙打拼。其实我拢在烦恼讲吼，安尼逐天见面，是不是有一天会看伊看生气？今天穿足水耶，我足介意呢，看起来袂歹，甲你的甜美气质足合的。现在买一送一哦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多谢。买一送一耶，无分开安尼好啊啦，我看你嘛拣一领，就算是我送你的。哇，嗯，也唔过我逐天上班就还在穿洋装啊，而且哦，这种柔美气质的较适合你。哎呦，袂啦。你当拣一领上班买当穿，啊，买上 over 就好啊。啊 ，Kiki， 嗯，我看哦，阿是你的眼光较好，你拄则去的迄领较水啦，哇，阿是咩？无安尼啊，咱两个人规起买同款的衫啊。那后盖咱出来的时阵，得当穿姐妹装。你想看麦？若是我甲你穿同款的衫出来踅街，就趣味的啊。咱穿同款的衫，安尼唔就是撞衫？你敢袂要紧？我哪会要紧？两个人若是感情好，就唔是叫撞衫，这叫做 twin style。我一个人回来台湾，也无啥物亲戚朋友，我真正就希望有一个亲像你。人这么好，跟这么水的姊妹仔伴哦。好啦，那呢，我慢慢去领好啊。也不管先讲好，洋装的钱一人一半，要不我买买哦。好啦，本来想讲要送给你这礼物的。奇怪，我的皮夹嘞？刚刚我无查出来，啊！不过你拄仔食饭的时阵，不是阁有付钱？我拄仔是用手机支付的。啊！啊是我放伫公司啊。那你不要紧啊！你看，注定吼，迄个洋装是爱我送你的。不要紧，我先去付钱哦。嗯，小姐。奇怪。我敢真正袂记得炸皮夹，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才能够遇见对的人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时间够足多，就甲朋友去逛街、食饭。
今仔日便当生意无好，哪有时间倒来煮饭啊？啊，今仔日就减做十几个便当啦。啊，唔才有闲，倒来全家哦，你食。来，天少金玲，坐。来，金玲，快点。好。对啦，阿文峰嘞，伊个伤安怎？伊皮足厚的啦，无代志啦。哦。啊，不过伊个亲妈，伊还搁伫遐甲客气呢。迄中昼便当送完咯，毋知走倒。妈，我看吼、哦、林伯伯迄天，嘛是为着要去文峰出一口气啊。啊，伊个家己囝嘛受伤啊。我看吼、哦，伊天是较生气，口气较歹啦。你会当理解吼、哦？我只希望說王文峰可以平平安安，不通跟黑社會有什麼關係。我覺得林伯伯不是那種人耶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啊，林伯伯是什麼人他自己比清楚，啊，為了以後不要去路口賣便當，也不跟林伯伯有交叉就對了。這件事情你會這麼針對林伯伯，是不是因為他是玉芳阿姨的阿兄？不管他是不是玉芳阿姨的阿兄，我不想要跟他有关系啊。也不过当初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不是很有话讲的。是啊，很有话讲的。人跟人的之间，缘分就很难讲啊。王文慧，你以后若是搁在我面头前讲林伯伯，你若无鸡汤汤好啉嘛哦！简讯含毒嘛无毒啦，阿无要加火，敢有必要较绝？爸，爸，爸，啊你今仔日无出去哦？嗯。啊你今仔心情无好？但我啥嘛无讲，啊！你着讲我心情无好。我做恁囝做几啊十年啊，我煞无了解。你心情好的时候，你着啉高粱啊；，啊，心情歹的时候，你着啉种进口的。讲啊，是有啥物问题啊？哎呦，好丢呢！即摆有够严重哦，含到巴头的动力拢无啊。啊，你有啥物心事，你会当讲出来，我会当替你排解，我清醒。都甲你讲无，我是饮酒要放互轻松尔啦。放互轻松？哎呦，规罐要啉了了啊咧，你敢会伤过头？哎，我看你这办事哦，咱咧油头甲面，敢会是迄个前海咧起风波？是不是你顶回讲的迄个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？你有够啰嗦的呢，无代志较早去睏的啦。你慢慢啊呢，我会当陪你讲话啊，对无？有啥物代志要做你讲。好啦，你要讲话，你要甲刀啊讲，甲椅啊讲，随在你去讲啦。哇，讲你就来睏。爸，你。嘿，这摆真正足严重的哦。有啊。你爱开始学煮食，啊，若无以后家人拢食便当哦。哦，这剥皮辣椒煎哦，足简单嘞。啊，鸡肉买，啊，烧水烫烫的，啊，炖落去，啊。剥皮辣椒炖落去安尼就好啊，啊伤咸加水啊，这简单，就是这简单，迄是因为你伤平淡。哼，佮有空讲你。
小弟弟，你看我顶悬。这个人是毛病哦，三更半暝不爱当春困，走人的社区分什么鼓吹啊？你是太个歹去哦。这位恶丧，恶丧，你有什么代志你好好讲就好，安尼较有必要哈、啊。啊，那搁有啥音？阿玲姐还当对嘴哦。陈心，有住户检举你噪音扰民，请你配合，赶快离开。哎，警察妹妹，你应该开罚单啊！这种人哦，你也不要罚这钱，你怎样悔改？这位恶丧，你什么年岁啊？你叫人伯伯啊？恶丧，你没礼貌诶！警察妹妹，我跟你讲，这技术上来讲哦，是伊咧扰民。啊！那你要还，你就还伊啊。请安。妈，遐你是毋是想超过啊？人家林伯伯专工来分萨克斯风给你听呢，你无介意听，叫伊走就好啊。敢有需要报警？啊！你毋是食饱，紧休困啊。明仔透早还要上班呢。好啦。阿林阿公，阿你穿我的衫，阿你规当落落，阿我这个衫子毛拢打面。你是咧比啥棒啊？啊，无啦，我看你啊咧吃愈老，啊面皮愈薄，啊我咧逐工啊咧失恋，毋知要失到当时，啊我这做你的后生吼，我也毋甘看你啊咧逐工，一个孤单老人啊，踮啊啉酒对无？啊所以吼，我就是讲要替你挽回你的红粉知己嘛。啊哪会知影讲好甲规身躯啊当哥哥，啊警察佫走来。你提这走去小李因楼下滚啦！你咧起痟啦你啊！爷啊，我敢无叫你去哦？大主大义，家己想甲会着啊？无啦，我想讲，啊，你的朋友着爱听你演奏啊，啊，无得较好伊听听咧，啊，心情好，啊，心情好，恁两个就 OK 啊。你家己若要做痴汉，你家己去，莫甲恁老爸拖拖累吼。哇！我这么有替你设想对无？啊，你哪会骂我痴汉啦？啊，你这阿妈唔困，走遐共笨，唔是痴汉，那袂是啥？莫怪人咧报警察来。嗯，啊，你是当时也晓笨啊？迄唔简单，我这吼，甲字落，安尼，破书甲摆落。你哦、喔，好啦，爸是你啊，后摆我唔敢啦。哥，我想讲，恁两个可能真正分手啊！伊自头到尾拢无出现呢，我看伊是切心嘛啦。我啊，但我也无甲伊安怎啊！啊，分手就分手啊！啊，无甲伊安怎啊？你著这么伤心？啊，若真正安怎啊？你毋著安怎？嗯，啊，我会安怎？你会看破红尘，啊，若出家，啊，所有财产拢过乎我，安尼我著独得。你高音啊！你讲啥话啊？
你去哪里？就是耶呢。这是买洋装啊，阿娜，恭喜我。真好看诶，你去对买啊？啊对，等分店迄条路直直行就看到啊。林刚带你去。好啊好啊。我最近常常到文峰出去，我感觉我伫买无啥通穿啊。大概出门之前，拢会感觉头壳就疼诶。拜托诶，伊家己吼是1001套，是 T 恤就是牛仔裤，伊根本就袂关心这個，你免烦恼啦。没眼力啦，大家都说男人是视觉的动物，我哪无秀打扮，我惊伊变心。啊，对啊，服饰店有打电话来讲，你的钱包落伫遐呢。哦，原来是落伫服饰店哦，我找几包。卡在我真惊碰见吼，安尼足麻烦嘞。一透早，恁两个人是咧讨论啥？杨总，你看文慧姐今仔日足水个哦。哟，敢有？当然嘛有，你有看清楚无？刷刷去啊，丫丫，你这种臭男生吼，就是无审美。哦，丫丫。你拄仔毋是讲要去巡店，了，加迄物件摕去压伊，紧紧，啊，紧嘞。啊，热啦，要受气吼。嗯，无啥物好受气啊。嗯，你拄只吼无听好清楚，我的意思是吼。咩？我知影你啥物意思。你真无想要听？我拄只意思是讲吼，你人水，不管穿啥，拢介意。你卖来这套哩，还讲生气？哎呦，恁大家拢安尼，我唔敢看啦。讲正经的啦。等下啊，我甲爷爷会去各分店盘点，所以下晡才会伫公司啦。哦，爷爷，爷爷，来，来啦。我跟你讲吼，我等下公司的代志处理了，我去向阳无用。啊，有可能会不怪就我的，我就袂阁转来公司啊。啊，暗时来打电话。好啦，你家己哦，莫无应该想我。我知啦，你莫赶快了，要注意安全，好。我爱注意安全。爷爷，等下我去服饰店一转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嗯。刚过好哈。好。文慧姐今仔日足水的哦。哟。你拄只皮夹内底，敢有啥物物件无去啊？就是一寡现金，还佮有相片放伫遐。你毋过正经还佮伫遐。现金佮相片，啥物相片啊？一张我佮杨总的合照啦。好啦，桃李甲杨总的合照要创啥？他们是无聊。阿仔，可能哦，迄摕的时阵哦，无顺意拿出来。对啊，爷爷，我发现啊，你甲每一间店的店长关系拢维持得袂歹，因看到你拢就欢喜。不会，紧接电话啊！这里。
切没有？啊，你果为真是无吃饱长了。有要紧吗？都有师兄。我无代志啊，啊你们是讲要去向阳，哪会搁出现在这？阿爷，你还搁有倒还袂顺呢？剩人工迄间尔啦。那交你去处理吼，我先上文慧姐等于公司。好。去啊！是安怎？哪会这么紧张？是啊，是我唔好啊。是我家己无顺利，你是安怎要甲我回失礼啦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代志啊，咱先来倒，去啊。等下。一张一张的相片都是白我，把过去的代志想起来，我是一个失败人，我无迄个资格，无资格去得到任何的幸福。敢讲这个日子，我怀疑了无唔对，你真正恢复记忆呀？杨明忠已经是第一名，我应该找无第二个像伊这么好的查某囡仔。伊变心吗？我感觉有机会。一旦改落伫我诶身躯边，林妹妹，林大哥，你无需要回去咧。你即摆需要做，就是替我找出来幕后总经理虾米人。你应该嘛无希望王文慧是要看见咯。就是讲，啊，你家己笑到底是安怎？无啊，哪安怎？啊，都是有缘，大家熟识啦。啊，哪你怎嘛嘞？出其不意的约会才会有惊喜，嘛莫让查甫受这规定，还佫有要求。时间若是久啊，你感情拢会乏味。这一切有多